来个人把我脑袋里的鸽子轰走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希望他们给我雕一个朋友，永远都不会坏的那种。全军出击！伟大！这是对我的要求吗？阻止魔法，但是没了魔法，我却不习惯。魔法，没错，没有变化，我乐意奉陪。做出新东西，来和我打吧，小女儿们！大风，重担放着我来。希望高山能长出拳头，那样就能痛快一战了。大怒！哈哈，过来吧！我不知道为什么生命选择了我，但我充满感激。东西要砸碎，飞吧！我把他压在招呼我，我喜欢买人类的东西。
知道这世界不公平，我也不想这么抢眼。该动身了，甩掉苔藓。丧尸化是什么样子？和鲸鱼打过吗？最好的防守是我。获得生命不是我的选择，但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。一旦有了灵魂，就很难被寄托什么象征。看见过太多，虽然我不太明白，但那些都是事实。正义。都魔法释放力量，我曾爱过一个石甲兽，哦，缘分未到。
脆的感觉真好。我的翅膀，你的脸。风筝，我一直都想看看这片大陆外面的世界，希望有能到的。身后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我个子大，要求高，亮翅。被所有人仰望的感觉不容易。好玩的在哪里？很显然，谁也不能小看我。我都不知道我有尾巴。这是我唯一到过的地方。
累一年等于家里要五十年。我喜欢走路，听上去就像雷鸣。我要走了，300斤的东西，你来搬搬看。大风。一群人等着我鼓舞呢。
生命如此渺小。终于有不同的景色了。睡觉，起床，大翻天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总是成为混战的中心。把我脑袋里的鸽子轰走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给我一翅膀。你们这些人没有战斗的时候都做什么？人类能被打坏。伟大，这是对我的要求吗？是为了阻止魔法，然而没了魔法，我却不习惯。我说我浑身是胆。
Haste. Rampag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最好的防守是我。最好的防守是一尊出色的国抗巨像。 不过肯定特别棒。 我就一下。
烂。我身后，小肉球。家里要五
动手吧。